我们请郝总来聊一聊2个星期之前，也就是2月4号，在香港梅西的一个伤赛，梅西在这个伤赛未上场的一个事件。在郝总开讲之前呢，我想先请战友们稍安勿躁，我来把这个事件呢先稍微理一理。咱们Jannick 可以先放一下那个 PPT 吗？是的，就是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幅图。他说这个事件呢涉及3方，也就是香港政府、主办方和迈阿密国际。香港政府呢是说赞助了1600万港元给主办方，而主办方与迈阿密国际有签合同，但是签合同并没有约定梅西必须上场。最终，梅西就确实并没有上场，以至于呢，主办方之后发文道歉，并且霍启刚本人也发文道歉。Jannick，你可以放一下第二页主办方的声明。关于这件事情，主办方的声明，这个是 Tatler Asia 的官网，我用。Google 翻译了一下中文，因为它原来写的是英文，我来念一下他们写了什么。当我们得知梅西不会上场时，我们恳求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和的管理层敦促他站起来与观众接触，并解释他为什么不能上场，但是他没有。梅西和苏亚雷斯2月7日在日本比赛，这感觉又像一记耳光。他后来这个声明还说，我们一直与政府商讨解决这件事情，还邀请了消费者委员会参加会谈，最后他退了50%的比赛门票。我们可以再放一下 Jannick 下一页关于霍启刚的2份微博。对，霍启刚的微博呢，他在这个事件后一共放了2个微博。你可以看到右边是霍启刚的微博，全文非常的长，我只截取了一些片段，有兴趣的战友们可以在网上找来看一下霍启刚具体写了一些什么，我来念一下有一些片段，比如我相信球迷跟我一样，也十分留意球王梅西在日本的动态，无论是刚抵达的神态，还是召开记者招待会训练时的状态，再到今天在比赛时正式上场，媒体都有一一报道。看到这些新闻，我脑海中有许多疑惑，也非常也更为愤怒。梅西在记者招待会上2次提及自己在香港没有受伤，只是有些不适。听到的那一刻让人难以置信，这代表他的伤势并不是严重到不能上场。我们是应该相信Gerardo Martino，还是应该相信梅西呢？是谁在撒谎？霍启刚的微博还说，作为万人追捧的球王竟然高调公开的让香港粉丝心碎，他同时又想到了另外一位球王，就是桌球好手奥沙利文。他说：“我想到了去年访港的情景，比赛，精彩之余，更在红馆大赞香港观众热情。比赛之后还主动到山顶爬山欣赏香港的美景，同时呢，这位奥沙利文还同时宣传了香港的美好。” Jannick，麻烦您可以再放到下一页。下一页是霍启刚的第2份长微博，他说：“我100%同意政府不使用1600万赞助款项支持这次活动。”他还说有1000万，他提到了在这个微博里面提到了这个1000万美元的出场费用是梅西和贝克汉姆本人的知名度，如果没有球王加持，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并且他提到了 Tatler，也就是这个主办方，有传闻说用10万套餐价售卖与国际迈阿密球员的合照机会。说这个主办方真的是赚到尽，不为足球，不为球迷，只做营销。好的，谢谢 Shanek，这就是我想先
把那个主办方的声明和微博介绍一下。咱们回到郝董和王大哥这边。好的，王董和王郝董和王大哥，请你们根据这两份这个声明还有微博说一下您的看法。古董，你先说吧。我先说啊，啊，你好，先，你们还没打招呼呢，嗯。全球战友好啊。这个海东，你看咱东哥这个休息的也比较充分啊，上周休息比较充分，这周我们节目组准备的材料比较充足啊，这个差不多准备了8个小时的直播这个材料啊，战友们准备点宵夜啊，还要准备点宵夜啊，如果后边没有节目的话啊，首先这个。我看到这个，因为这周就是从上周就梅西这个事儿，就一直大家在议论，也有咱们战友在做节目。因为，作为梅西啊，梅西现在他加入了这个迈阿密国际队啊，这次商业比赛，包括梅西出场，这都是完全的商业行为。那个梅西这次就是霍启刚，就是香港政府霍启刚是他弟弟吧？是不是他弟弟？霍启山组织这次比赛啊，有他他弟们弟的份儿，有点意思这个啊。主办方肯定，所谓的在面上，这个主办方没有他弟弟什么事儿。但是现在的香港足球总会，霍启山应该是负责人了，他们跟霍家应该跟这个主办方肯定是有关联，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从现在看来，各方面咱看了这个消息那个消息，那么就是主办方就选择了最低消费，迈阿密对打的梅西的情况，迈阿密随队不是那个梅西随着球队来，但是出场有出场合同，梅西上场30分钟是，比方说30分钟是100万美金，那么50分钟是半场。半场可能就是150万美金，就咱就打个比方，那么踢90分钟，可能就到了300万美金了。那么咱们的这个香港这个主办方是选择的最低消费，人家梅西没出场，人家是按照合同来的。反过来再讲，我再讲，没咱还讲面子，还真不给咱面子，不是给不给面子，咱们就是无知到，咱们就是无知到什么程度？梅西他不可以出场的。他要有职业操守，你出场了以后，经纪人，包括妈逼那队都要分钱了。你出场了，你还在下边，你上边是没跟人签的合同，人家不知道你下边签没签合同。你小子是不是下边跟人签合同了？对不对？是的，东哥是这个道理吧？他不是，他是合同约束他，他是完全是按照合同来的，而且，人家梅西的职业到他职业操守都摆在那儿。东哥，对，你看啊，啊，刚才国栋讲的，战友们，一个给战友们拜年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真正的事件，这个事情，真正的刚才国栋说的，梅西是要尊重合同的，这是商业演，足球也是个商品，他这次的比赛。啊，他跟世界杯、跟什么亚冠、跟我们的欧，就是我们参加的什么国家队比赛，它两回事儿，你明白吗？它是个商业比赛，商业演出，就像唱歌、演电影、弹钢琴、拉吉他一样的，只是商演。商业演出是足球，那么有篮球，有排球，对吧？有网球，有橄榄球、乒乓球都有商业，因为足球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是一个行业。那么这次的比赛是一个商业比赛，它不是一个正式的说国与国或俱乐部跟俱乐部之间的联赛。你要知道，商业比赛商演，它不就是按照合同吗？你梅西也好，郝海东也好，王国栋也好，所有的职业球员也好，所有这些人签的是职业合同。那么商业合同又是一份商业合同，什么广告代言啦，什么商业演出啦，什么这些东西，这都是有约束、有规则的。他妈的契约精神，你们懂不懂？你可别霍启刚这个王八蛋、小屁孩子，你他妈的在这儿以为你舔共产党、给共产党这个所谓的这个造假，你们这个造繁荣盛世，你以为你少拿钱还赚钱，当婊子立牌坊，可能吗？
商业规则你们不懂吗？讲白了就是主办方去邀请迈阿密来踢球，那么港府霍启刚霍启山这帮孙子知道，哎呦我靠，这是港府一听，哇，梅西在这个队也能来吗？能，对，好了，好，你们真能弄成了，完了的，哎，港府所谓的又给什么高规格的接待，你们这帮孙子廉政公署不查你吗？啊，我就问问你霍启刚，你给这些你的特首们弄成什么样子？你他妈调动公共资源在机场上大肆的迎宾，谁给你的权利？谁给你们的？廉政公署上不上？你们他妈的原先这个都有廉政公署，现在你共产党不是一国两制好吗？你上不上廉政公署？查不查霍启刚、霍启山、李家超他们怎么动用了这些多少航班？因为你们多少旅客？因为你们是不是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不畅快的旅行经验？你尊不尊重别人？你他妈天天在这骂梅西，你们这帮孙子，梅西的所有的商业合同，所有的那个，他如果不遵守，他们还玩不玩？你以为国际上那怎么来去再取他有商业呢？那大家不都成了？这个在摊儿上他妈的互相砍价才能，一碗白菜五毛钱，五毛钱工资的萝卜，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上市公司，听你说啊，对不对？梅西比一个上市公司都要说起来都要大，你开什么玩笑，梅西啊？还什么面子？你们这帮孙子，你不就是因为你所谓的共产党？你哎，我再问问你，你在共产党之前？你提不提面子？你这个把王八蛋，你们的面子，什么叫面子？我先问问你，你们面子是谁？那梅西他妈的，他们夺了世界杯冠军，总统让他们去合影到总统府，他们都不去，整个队不去。对啊，你不是共产党说了吗？对吧？让政治远离足球。对啊，他都远离了呀，对不对呢？他远离你特首了呀。是吧？你共产党远不远离呀、啊？你不得远离他不就完了吗？对吧？人家梅西不屌你，不正好说明梅西做的对吗？怎么还叫不给你霍启刚面子？你这个孙子，你自己说你所谓的是议员，你不就是跟我当年在国内一样吗？我30多岁就是议员了，所谓的政协委员吗？你不就是吗？这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我30来岁都是，是吧？你这个王八蛋子，你有什么好吹牛逼的？你还作为什么议员出来？你他妈神经病！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些东西，你到底讲不讲契约精神了？是吧？这些才是要呈现给观众的。你们要知道，梅西这次整个迈阿密啊，不管哪个队，他就是一个商业演出、商业活动，卖门票。那么你买了什么样的门票？你是坐在中间坐在上面，还有你买门票还有贵贱的。那按理说尊重的话，你都尊重香港球迷，你都把门票弄成1块钱得了呗，其他剩下的钱你干嘛卖2000块钱，对吧？而且你干嘛还有包厢？你们这帮孙子都坐在包厢里看，你们都一样了呗，包厢的钱跟那老百姓的钱都一样不就完了吗？你们干嘛还高低贵贱呢？是吧？你们尊重这个，你们尊重了吗？你们尊重球员了吗？你们球员坐了你妈飞机，坐了好几十个小时、几个小时来了这儿，还在参加你们的活动，你尊重球员吗？这个是不是啊？你霍启刚里里外外，而且在家我再跟所有的这些脑残们、你们这些粉红们说一声，霍启刚在外媒连个屁都没放过。哎，我问问你，梅西他妈连中文都看不见，他连英语都不怎么会，是吧？你得弄点西班牙，哎，你来西班牙，我在西班牙，对吧？你上西班牙媒体上，你霍启刚今天发不了文，你给我，我给你发出去，啊，我找记者找东西，对吧？霍启刚，我今天在这说了，没问题，你写写，你把这些东西给梅西看一看。你们这帮孙子在国内那个微博上自嗨，整天骂梅西这骂梅西，人家连个字儿，连一毛钱的字儿都看不懂。我说你们在这嗨啥呢？你们这些孙子，什么国内这些所谓的大 V 们、记者们，这慢慢的神经病们，你们在这儿讲梅，哎呦骂的梅西这头就跟就义和团一样，是吧？你们他妈说的所有的那个梅西连个屁都看不见，你们在说什么呢？你们在这个谴责谁呢？是，对吧？现在就在前两天啊，昨天前天，主办方已经又出来，懂吗？他们
之前已经接到梅西的下不了场的，他已经跟他一开始的声明又有出入了。声明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直没收到梅西说不出场的这个消息，只是在什么开了赛或上半时都完了以后什么什么这些，现在又说了比赛前十五分钟已经通知他们梅西不上场。而且我问问你，你这些王八蛋霍启刚，你怎么不骂什么布斯克茨，不骂那两个人也是在合同里啊，是在迈阿密合同里，你们这帮孙子所有的去买票的，我告诉你，咱们的你们不是香港球迷吗，所有的球迷们，你们找霍启刚他们，找主办方们去索赔啊，那里面可是明文规定有他们上场的时间啊，比如说拿了多少钱迈阿密，那么布斯克茨还有一个人啊，或者他们有苏亚雷斯吧，还有苏亚雷斯可能在跟梅西一样的合同啊，苏亚雷斯也是没上场啊，他一分钟也没上，因为他跟梅西好得很，就是他们是梅西是真正的哥们儿，包括阿圭罗啊，你们去，为什么霍启刚你不起诉？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只退50%的票？是因为梅西对吗？好了，现在还有布斯克茨，还有另外一个人球星。他们可是在合同里啊，这叫合同欺诈，你们主办方，你们是可以大家去告他，告迈阿密热队去啊，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不去，你们把所有你们赖梅西，你们这些王八蛋，你们这神经病，真正的合同你们不去执行，不去说，不去扣这个字眼，不去履行啊，欺骗他妈的球迷啊，欺诈，这叫欺诈消费者啊，商业欺诈、啊、欺诈消费者、嗯、你们怎么不去 那里面可是明文规定的，有比如说迈阿密来踢这场商业比赛，那么里面有谁谁谁谁谁必须出场多少分钟，那里面有，你们去查啊，如果他违反了你们就要起诉，对吧，我告诉你里里外外这个事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孙子霍启刚，所谓的霍甲啊，他们来去吃了屁了，哎，想骗点钱了，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没弄好，我不都前两天都讲了吗，他下一步他会去弄国际米兰是吧，他去所谓的有中资背景的啊，还去所谓的他们想去利用这些就钱两天，可能有一个英国的歌手已经取消香港的演出了啊，但是他一个摇滚的歌手，英国的啊，可能你们可以上网查到这个人，比较年龄就是比较老派的这种摇滚啊，去，但是他新加坡和另一个国家啊，人家还照样演啊，香港的取消了，我就再说一遍，你们共产党，你们。尤其霍启刚的你们这些孙子，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所谓的富几代们，你们会让共产党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像夜壶一样，就像王立军一样的一样啊，给扔弃之必辱扔掉，因为你们这帮孙子就是你们一贯以来的啊，下面一点点就讲，就是霍家所谓从霍英东开始啊，你们这些孙子怎么给共产党勾兑，怎么跪下，怎么想利用共产党赚中国人的钱，你们这些王八蛋，真正的你们这些孙子四大不要脸啊，都有你们，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梅西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好解决，对吧，梅西违反合同了，您继续。现在没事吧，正常，就是没关系，正常录下来。刚刚只是刚刚在德农的推流有一点点问题，现在推出去了，但是 NFSCTV 是一直在推的。没事，没断了是吧？正常咱们说，正常做不行，录完了录播出去都没问题。你看，对吧，咱们这个片头放了一段，就是咱给把梅西简单的介绍，你看梅西。为什么加入迈阿密热队？为什么放弃了在沙特那边2年10亿美金大合同？这是有史以来的，梅西都放弃了。
人家选择了迈阿密热，是因为在这之前，贝克汉姆就好几年前，人家贝克汉姆就和梅西，人家贝克汉姆和这个梅西的交流，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流，对吧？包括贝克汉姆现在是迈阿密国际的老板，包括也简单的提到了这个梅西加入，应该是给了梅西的股份啊，因为现在梅西加入迈阿密热队以后啊，不是迈阿密国际以后，从原来的市值5亿美金，可能啊上面说了。可能马上达到创纪录的10亿美金啊！啊，这个加入，而且梅西的加入，迈阿密热带来了十个高于三百万美金的每年啊，300万美金的赞助商啊，这都是梅西带来的这个他自身的商业价值，对吧？人家梅老板现在不单单是球盲，人家自己也是公司在的正常的运作。你到弄个香港，你说。你不说钱多钱少，人家一定会按照合同，人家爱惜自己的名声比爱惜什么什么都重要，这一点咱们就看得很清楚啊。人家会为了就是说拿了你的钱不给你出场吗？对吧？这太简单了，咱就是用脑子啊，对，你从脚后跟想一想，对吧？对，你所以下面你比如说就是讲到的，这都是商业行为，商业合同，商业他跟什么面子跟什么都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契约精神。我们如果没有契约精神，我们怎么来赚这个钱？你们可以看啊，一会儿你可以放我跟梅西的这个互动这个节目。对，为什么？就是钱嘛，大家尊重商业合同嘛，有什么面不面子？对，你看梅西啊，你看梅西一直应该是人家梅西一直很克制啊。因为人家和贝克汉姆，人家是想发展亚洲中国市场，人家要说直接说把合同拿出给切出来以后全傻瓜了，你们要人家要赚你的钱，讲白了你这人傻钱多吗？就是这么简单，全世界才多少人口，中国多少人口，一群傻子们被煽乎就来了拿钱了，你想想连个白酒就都让梅西做代言，不神经病吗？他连白酒都不是什么他都不知道，对吧？那中国人这些，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如果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完蛋，就是全世界的人不会瞧得起你，他们只会赚你的钱，来了这儿给你讲两句好话，你们自嗨一下，他就扭头走了。人家拿完钱，我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就像我后来也是，我为什么上了这么多综艺节目，妈的比踢球还他妈赚钱多啊，比我大，我靠，而且很轻松啊，我得吧，我弄虚作假，所谓的演戏，我挣的他妈的比我踢球的时候还都多了，对吧？我不需要什么，对吧？录10期，1期好几十万，几十万，我靠，一会儿功夫几百万，我靠，我一年做2回，对吧？我得不一个直播一年400万，我靠，你想一想，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有谁会踏踏实实的慢慢的从青少年一直踢完了，从青少年再去培养孩子，我当青少年的教练，我的全你妈的走向了这些短平快的坑蒙拐骗的，又所谓的还能出名，是吧？你管你好名额，你还出名，电视天天见，中国又没别的什么，大部分的中国的人口全部都是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大家没有任何能获取信息的地方，基本上从手机和电视上，是吧？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得到的信息，完了奶头乐，这个脑残们看点电视，看点综艺，完了就去来这些东西。那么人家干嘛呢？人家所有的来去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来赚你的钱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的市场，让他可以轻松的赚钱，他不需要什么。梅西跟我们互动，对吧？在合同里有1个小时，对吧？这几点到几点，什么干点什么，完了最后你那巴拉巴拉弄完完，捡点什么东西，人家拿走，人家兜里一揣，100万美金走人了，是吧？合同里，哎，明明白白写着。那么人家商业比赛也一样，我上场几分钟拿多少钱啊？我出场。这个是多少？我参加商业活动合影什么他妈的这啊？对啊，是多少钱？来吧，明码标价，你来了我就这个，我能说哦，我签完合同，
我他妈不去吗？你们这些王八蛋，这些孙子还尊不尊重我？我都告诉你，我就是例子，我自己。你今天不给我到账，你那儿的所有的什么见面会、签名会、什么这个活动、新闻发布会，所有的我不会上飞机的。你给我到，看见钱了，我上飞机，我到你的活动现场，没问题。但是我拿了钱我不去，我有病，我就做你这一家，啊，我得有多少家，我不可能违反我的商业合同，因为当然了，咱们的足球合同，这就是我们的恶，在我们的足球，包括咱们一些，只要你跟他妈的共产党的这些所谓的合同，白纸黑字都是扯淡，他们不执行，所以我跟徐明、王健林没有一个合同，我跟八一队。没法有合同，你有了没有用，他不给你就不给你了，你只能拿自己的牛逼实力来去告，你不给我都不行，合同我都不会签，一个字儿都没签过。我长这么大，在中国这么长的职业联赛当中，我一份合同没见过，一份合同没签过。我在八队的合同全是他妈的他们给我签完交给足协的啊，我跟王健林的跟徐明的全是口头约定啊，我一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们。但是所有我后来的商业合同，我后来做公司、做俱乐部、做所有的产业，这是我跟别人的合同，一字一字所有的东西，啊，这是我，你不拿钱，狗屁，对吧？就像我跟梅西的这些，这节目，你不给我钱，浙江卫视王涛那个北半球，你妈的，黄晓东连个屁都不，因为我们就是拿这个生活，就是尊重我的职业，也得保障你的。我的利益，对吧？我打断一下，我们放一下您和那个您和梅西的那个视频吧，刚刚好讲到这里。好，好，好的。那个，这个就是，如果梅西违反合同，你拿出合同告人家梅西去，用香港国安法涉嫌三天这个我们香港都境外势力，对吧？给他抓回来，对不对？你是不是？你拿把原始合同拿出来，叫大家去看一看。就是，讲一个。郝总，这是哪一年的？是2015年吗？我看到有战友说，罗马差不多，对，2015年，对，应该是快十年了。快十年了。快十年。对，而且我已经退役，都快十年了，对吧？就是我也从来不运动，从来不那个，是吧？这他都是现役的嘛，但是。这个东西我不想说什么，我比梅西牛逼什么，比他妈不是这个概念。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它是商业合同、商业行为，是吧？大家就是赚钱的。第二，我告诉你，踢足球一切的一切就是脑子。你们要知道，就是说，当我跟他一过一的时候，如果我当时我为什么会让他先把球传给我，我再给他？因为如果他拿着球过，主动权在他，如果他给我给了他以后，主动权在我，是因为我想给他哪只脚给他哪只脚，我给完我就能闭上去，他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去做动作了。我一米以内，你梅西没有用，你上帝也没有用，你不可能过了我。国栋知道，他作为后卫最关键的就是把距离缩短，是吧？你逼近对手，你才有最大的可能去把球给破坏了或者抢下来。如果没有这个，尤其是梅西还好啊，他没有什么绝对速度，他一趟你还能追回来。像亨利啊、阿内尔卡、啊、德罗巴这种，你根本没有机会。你又就他往前一走，像高峰啊，像我们这个，你像国栋这种，他不逼近我们的话，如果有这个距离，我往前一走，前期。不能给你空间，叫你把速度带起来，速度一带起来你站不住。就像我做后卫，如果像那就像海东和高峰这样，就国内前锋，你要给他空间，给他五米的空间，他要把速度，他把球一带起来，速启动起来以后，一个假动作你站不住。你的选择是怎么选择？只有往回跑，不敢抢球，一抢就过你。这个不是吹啊，原来咱国内这几个前锋像。像海东，包括那个高峰这几个，你一个人防守，你不能乱伸脚，你就只准你教练告诉你，你往回跑就行了，等待同伴回来支援你，对不对？
当时是这个情况，因为你一个人上抢球，他要这样的这个前锋把速度带起来的情况下，一个假动作你就过掉，真的，几乎站不住啊。这个就是你只有真正的干这个东西，你才能知道。就像梅西，他不是这样的，他需要空间来回的变速变向，他要变向，他要有足够的空间横前回，哎，他利用这些足够的空间。如果比较小的这种，他就拿速度过，他过不了你，因为他没有绝对速度，对吧？所以你跟他一贴近了，他就很难去趟过你，就一下子过掉你，他不行。他要需要他多次的变速变向，但是我们都是从小训练，是吧？在这个体能情况允许的情况底下，完全他很难完全摆脱我们，啊，这个就是真正的足球。但是什么叫足球？什么叫商业足球？什么叫商业演出？什么叫联赛足世界杯？不一样。但是足球在足球的世界里，只有实力、诚实。做个好人，让同伴发挥出最好水平。你可以看到梅西很所谓我们都一样，就大家不会去很极端，很去任何的所谓的去挑衅，从球迷到商业商家到这个观众到那，没有可能。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所有的一切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拿好了合同，延长运动寿命，完了让我们的运动寿命尽量延长，拿更多的合同，这就是职业足球吗？那行业吗？那你说他梅西神经病，他他妈连他的阿根廷总统他都不去照相，他他妈得罪你，他没事干，他得罪你香港特首，得罪你什么中国球迷，得罪你霍启刚，他不有病吗？他神经，他脑子坏了啊？他跟钱有仇吗？是吧？人家有毛病，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中国老百姓，中国的这种环境里面造就出了这些脑残的，以及霍启刚，他知道他可以通过所谓的这些挑起民意民愤，他来操纵一下他所有去做的事务。他们像香港政府，像特首们，像中共拍马屁没拍好，哎，他以为的他能去把这个事情做了，又使了他妈的心眼子了，又使小钱办大事，他还赚钱。啊，香港政府不是赞助1600万吗？他这边还卖的门票2000块钱一张，你这个活干的多漂亮！梅西如果上场了，要真给他面子，这个咱就说真给他面子，这不就赚大发了吗？是吧？两头吃嘛。他们所谓的给面子。这个就是典型的他们共产党的作为，是吧？所谓的给面子。那么下面还有，比如说2003年的这场，就是皇马在香港和香港联队啊，这个那香港联队为什么要借我们大连实德去5-6个人？我再问问你，你们这些孙子霍启刚，你怎么不出来说说？你尊重香港的球员了吗？我问问你，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孙子。国栋知道，人踢一辈子足球。能跟世界上最好的球星在那同场竞技，对于尤其是中国球员来讲，包括香港，是多大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经历，对吧？霍总，这个等于是也是都是年轻，当时都是年轻球员。如果和这个齐达内、世界级像贝克汉姆、罗纳尔多这些，他不一样。这个是一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吧，也算是这。算是一个梦想一样啊，对吧？照张照片，换点球衣，这个你给您剥夺了啊？对啊，我就问问你，你这个孙子，你们怎么不讲尊重啊？是吧？你放一下那个，对吧？这场比赛跟我现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再放一放，对吧？其实霍启刚他的微博里面都提到了2003年的这一场，他说这个现象让我想起2003年香港邀请皇马访港的景象。当年皇马这个真的啊，正处于最风光的时期，拥有包括贝克汉姆在内的六大天王，访港之行震动全港。我仍记得当时的良好氛围，大批球迷热情的迎接偶像，球员们亲切友善，全程有说有笑。
我相信球员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受欢迎程度，而球迷也感受到了球队对他们的尊这个重。孙子就这是，你是，看他他妈的，哎，马列主义全是对了别人，是吧？他所谓的尊完重，全混淆视听啊，在这儿就是瞎搅和啊，属于在这儿我再告诉啊。你，他为什么现在一直抬出贝克汉姆？因为他们还能跟贝克汉姆说上话，因为贝克汉姆已经做生意了。人家不管这么多，对吧？他在香港，包括他们通过这个主办方，是吧？跟贝克汉姆啊，因为，就是贝克汉姆他一直走的商业的路线更多一点，他很早嘛，啊，他们就走了这种，包括跟他老婆啊，维多利亚这种商业的很浓，所以他们从香港开始，他就慢慢的有些人就跟贝克汉姆有肯定他们之间有这种往来啊什么的啊，要不他不可能。这个孙子怎么不提齐达内，不提卡洛斯，不提他妈的这个卡西利亚斯，不提罗纳尔多啊？他干嘛还一众贝克汉姆？贝克汉姆会踢球吗？我就问问你，左脚假肢是吧？只是我讲话我说的不是说，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这个他就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是吧？包装他，完了最后他来去真正的足球的牛逼的那罗纳尔多、齐达内是吧？对，然后现在这些人说人家踢球。贝克汉姆。没有和他老婆的这种商业炒作，贝克汉姆这样的球员在世界上有钱位，随便找出来10个，随随便便，啊，知道随便找就是啊。他不是，我不所谓的有啊，第一次听说，原来是这贝克汉姆不是一线球星啊，贝克汉姆完全是在特定的环境，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包括他长得帅，这都是他的资本啊。像他这样的球员找出一大堆来，在欧洲、南美找出一大堆来。啊，他要是长得黑点，他要是长我这个模样，上不了场在曼联啊，真的。懂了吧你？这就是我们可悲的，就是共产党统治底下的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他们懂不了。而且我们在国内如果讲出这句话来，会被这些孙子骂死，会被，你懂吧？说郝海东，你他妈踢成这样，你有什么资格评价贝克汉姆？对呀，对呀，懂吧你？这个就是中国，天哪，对啊，你可以放一下那个03年的啊。好，林，我给你讲讲这个背景，这个怎么回事是吧？但你看见的这些，再讲到竞技啊，这个这场比赛是香港联队，所谓联队跟皇家马德里，我就问神经病，你为什么要让大连实德的人去代表香港队踢皇家马德里？你不有病吗？为什么呢？对吧？这么好的机会你不给香港的球员吗？你们这些孙子尊重霍启刚，你当时屁孩子，你只能在看台上啊。看到霍震，当时是霍震霆嘛？当时是霍震霆啊。主要就是他通过香港足总康宝驹。康宝驹啊，对，康宝驹。这个孙子就属于他有点涉黑啊，所谓他跟徐明，因为这都是商业比赛，他们要给我钱的。当然，徐明他们当然给了，就那边。当然，如果没有徐明找我，主教练都没有用啊，因为主教练不会让我们去打比赛，你知道吧？因为还有联赛，那是8月份啊，什么就咱们联赛期间活动那是，怎么可能老科萨能让我们去香港打一场他妈商业比赛？扯他妈蛋！而且对于我来讲，不扯淡，什么你妈贝克汉姆，什么其他的这个卡洛斯，什么什么，我商业比赛你不给我钱，我踢个屁！我一年的联赛、国家队杯赛、亚冠、亚优杯，我靠，我他妈比赛多了去了，我有病！我踢个商业比赛，你给我多少钱？你懂吗？这意思，我去踢啥？香港死热，7、8月份。他妈的，完了！去年完了，我还感冒脱水。本来我都要求不踢的，你懂吗？你八月份在那踢一场比赛，我在深圳踢过一年球。你夏天踢比赛，我那时候170公斤，踢完球剩了，10斤，除了10斤水啊，就是脱水状态啊，在那边很辛苦啊，有时候都中暑。我们在越秀山踢过飞下午3点，他妈大中龙，对啊，最后都中暑的。啊，我根本不要去踢，为什么？而且之前适应了一下训练，完了，训练完第二天比的赛，我靠！因为香港那个酒店太冷，香港这点确实，我靠！他们所有衡量
香港酒店高不高级的就是温度越低越高级，所谓的啊，我靠，完了正好那天跟环境一下变了嘛，我们从一直在大连在中国的这种在国内的这种里面习惯来训练完怎么样换衣服怎么，我靠，去到香港那进了酒店就是没有完全的换好的衣服什么的，一下子着凉，完了打比赛我都告诉他不踢了，人家说不行呢，我说好我就踢个半场，后来可能踢了70来分钟，我说赶快下来，因为没有意义踢这种比赛，你懂吗？你踢好踢坏都是扯淡的事儿，商业比赛嘛，所谓的，对吧？就他不会记录到你个人的什么成绩、啊，对啊，你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人。后来就是因为要帮，所谓徐明说要帮康宝军的忙，完了告诉我海东你去一下什么的，哎，完了最后可能给了我几万港币啊，什么哪儿，完了你去玩一趟吧。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我就问你，霍启刚，你这些王八蛋们，你们尊重香港球员吗？啊，你们尊重吗？你口口声声尊重，你光尊重老外，你这些孙子，你是什么？我就问问你，你崇不崇洋媚外？啊，你们说的卖不卖国？啊，你说很多卖国，你是不是卖国？你们这些王八蛋，你辛辛苦苦对吧？国栋，人家香港的球员拼搏了这么多年，所谓代表你所谓的港府了，是吧？那你们他妈的！到了这时候，我靠，我们六个人还五个人我都忘了是去了，你妈的，那些球员怎么办？还能踢吗？有的干脆可能就来不了了呀，对吧？你根本就慢慢上场机会都没了。你看看进的球，我过卡洛斯，他给铲出去的吧，照着角球，李明罚，我跑前点，王鹏顶进去的，没错吧？这都是我们在大连天天他妈的干的事儿，就是我们天天打联赛训练，就是这战术。我跑前点，后面王鹏，完了这个安迪尔森，后点这谁？就是这里面马角球，对吧？你这年年天天就是干这个东西，是吧？没有什么，你以为皇马那是让的吗？啊，他们不认真对待，那卡洛斯铲他干嘛？啊，那一个人一个人盯得那么紧干嘛？你这些孙子还甭说他们在那儿了，他们不在那儿，我就问问你，像吴磊这些人，他能顶进去吗？他知道跑哪个点吗？怎么跑吗？还不用有防守的，他空门、让他们顶几个，他们能顶进去吗？是吧？这里面你们就看到中国足球和中国社会堕落沦落成什么样子？香港从一个法治民主的能司法独立的社会沦落到今天，啊。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今天，连港府特首都会出现在停机坪上，政府要去拿钱给一个主办方，他妈的这全是腐败。没有中共的时候，你我就问问你，你还港府港府？你他妈现在成了对吧？一个市了，就是市政府，你们这些孙子或什么什么特首们，你们所谓的，你妈的谁让你？拿出老百姓的钱，谁给你的权利？怎么审批的？走的流程走了吗？走的时间对吗？这么短的时间，你们怎么会一下子就1600万就会补贴到这个赛事当中？你们扯淡！那当时皇马得补贴多少啊？现在就一个梅西，所谓的是吧？当时你妈的所谓银河战舰，那皇家马德里全世界可不是靠一个梅西，不靠一个贝克汉姆。齐达内、罗纳尔多、卡洛斯、飞哥什么这些全都在啊，你可别忘了，西班牙国家队的都是卡西利亚斯什么这些，皮克什么这些，皮克是巴塞罗那的，可能有普约尔或谁，是吧？后卫、前卫、孔蒂，是吧？这些人你们钱补贴了吗？当时怎么，那这次怎么就会补贴1600万？你们拿了这1600万，完了像国栋说的卖门票接着卖好几千块钱一张，你们这些王八蛋，你告诉人家梅西不尊重合同，你跟人签的合同又没说多给你迈阿密多少多少钱，里面有梅西必须上场，是吧？如果那上面写的很清楚，是吧？给你多少钱，这里面有啊，迈阿密你给我多少钱，如果在不受伤的情况底下，你看这都是合同啊。你可以说，哎，我靠，你不明白吗？这合同啥意思？你们这些孙子，你在这儿，你把合同晒出来，你们不明白吗？这些合同如果没有受伤的情况底下，如果那么我受伤了，你说你怎么办？这不就是明摆着你要想让他上场吗？那大家再还有一份
是吧？更贵的合同。那梅西，我给你多少钱？梅西、苏亚雷斯，谁谁谁必须上场。那么梅西必须上场45分钟，这些人必须上场75分钟，是吧？这都有明码标价的，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演出。那么演出就需要，比如说歌手来唱歌，谁谁谁唱歌，我靠，这里面没有吗？我组织演唱会，来打个很好的比方，我现在组织演唱会，我给你那英100万、1000万，你唱一首歌，可能吗？你开个演唱会，那里面肯定有啊，多少歌手以上，对吧？当然你可以唱20首，完了，但是要以上啊，你不能说我唱10首、18首，都不行，你唱250首不管，但是你要低于，比如说我，大家的约定，那你就商业欺诈了。你主办方商业欺诈，你的歌手如果收了钱，我主办方告你歌手，对吧？你港府告主办方，主办方告迈阿密和梅西，不就得了呗？你那么霍启刚舔着脸，天天在微博上写，你妈梅西连个标点符号都看不见，也看不懂，你在这写什么呢？是吧？刚才看见了的皇家马德里跟这是香港联队的一个商业比赛，我全程参与，怎么回事？告诉你们，是吧？这里面所谓的给面子，谁给面子啊？不是我郝海东给你谁面子，港不港府面子，是他妈的徐明跟那个人妈给了那个人面子，徐明要拿他的面子给我们来去给我们钱，让我们给徐明点面子，我给你康宝局面子个屁，你算个屎啊！你康宝局你算个屁，你杨向华成向华胜算个屁，有个蛋用，对吧？你不是也得到北京来，丁伟十三局你得跪下，97、98年吧，啊，向华胜，没错吧？向华，对啊，向华强的哥哥啊，都当时，啊，没错吧？郝董，您说的，还有就是，你们从大连实德过去了几位球员，然后香港的几位球员就是上不了场了，对吧？然后你们要相互合作来参加这种比赛吗？那个，这是怎么情况啊？你想想，人家这个报名的就18个人的大名单，他们去了6个，本来上场的，本来上场的6个坐到板凳上了，本来坐到板凳上了，上了看台了。是不是这个概念？本来人家有机会，可能我还有上场，替补上场，有人不去，替主力的那6个人肯定在场上了。场下边做替补的，我还起码有机会上场吧，对不对？结果上场了，坐板凳上了，坐板凳上了，上看台了，就这个局面吧。你说合不合作？商业比赛有什么合不合作？上去大家是挣钱的，表演的，那不是这。你懂吗？人家就是赢和输没有关系。人家这个皇家马德里，包括巴塞罗那这些欧洲这个五大联赛球队，人家在那个年代是到亚洲行，没到他们联赛结束，亚洲行开拓亚洲市场，我陪你们玩开心，我还挣了钱。到香港一站，到北京一站，到什么这个哪里市场，到日本一站，市场哪市场大，哪市场好，我去拓展市场。人家拿着高额的出场费，我还顺便我把我的俱乐部推广到这个亚洲市场啊，是这个行为啊。卖他们的转播权，知道吧？球衣，卖他们的球衣，卖他们的衍生品，卖他们的球员，知道了吧？衍生品，知道了。懂了，你是这么个概念，所以这个霍启刚这些中共的这些狗腿子们，这些奴才们，中共的小粉红们，中共的这些韭菜们，脑残们，你们他妈的神经病，跟着瞎起哄，跟他妈半毛钱关系没有，别人是挣钱，懂吗？卖你的一次转播权都是你的钱。我再讲一遍，你们这些脑残粉红们，你们这些记者们，你们这些韭菜们，你再一个哈，叫这个孙子霍启刚他们把这个合同晒出来，他们卖的电视转播权一定要写清楚，梅西上不上场，他绝对不敢欺骗你。如果梅西不上场，谁给你转？对，这个人家有脑子有病，就关键就看梅西，你谁是吧？对吧？你包括整个这个球队也是因为梅西的存在。哎，我请迈阿密国际，我都没梅西不出这事儿，我还都没没
没有印象就有个迈阿密国际，我只知道原来贝克汉姆在洛杉矶银河，对吧？后来我通过这个事件，我也学了，也长了不少知识，包括梅西，包括贝克汉姆，现在是迈阿密国际的老板，对吧？啊，对，就是林，就是所有讲到的这一切，就是商业行为，别人的。懂吗？跟面子，跟他这所谓的尊不尊重，连半毛钱关系没有。共产党这帮孙子，霍启刚你们这帮孙子，把一切的东西混淆，啊，把一切的东西脏水泼在梅西身上，他妈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别人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尊重契约精神，尊重活动。完了，大部分的时间别人都是来推广别人的联赛、别人的球队、别人的职业俱乐部、别人的衍生品，卖转播权、卖球衣、卖所有的这些能卖的产品，知道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家来你这儿干嘛？神经病！就像我去香港跟香港联队去踢皇家马德里，跟我浩野东半毛钱关系没有，只是中国人一边。我操，浩野东！你跟贝克汉姆都能踢球了，跟罗纳尔多、洛里，你丫还要求什么？你们这些一个道理，懂吗？扯他妈蛋！我不需要，懂吗？你不用跟我讲什么他妈国家、什么民族什么的，你们就他妈绑架神经病，这就是共产党，懂了吧？是明白了吧？对吧？所以说，像霍家这些，我再讲一遍，再讲一个，霍英东最早。80-90年代，他就开始掺和到中共里面。最早，霍英东听着啊，你们霍英东讲的啊，是不是？你去找廖辉，当时还在团结湖呢，这霍英东编的吗？你们共产党去？哎，霍启刚，你这个孙子，你去问问啊。当然你爷爷已经去世了，没关系，你问问你爹，问问你们家霍英东有没有去过团结湖，廖辉。那时候廖辉还住团结湖啊，不像现在住在一个大别墅，所谓的给圈起来，他已经副国级了。廖辉谁啊？廖仲恺的孙子，廖承志的儿子，知道吧？那是中共统战的一个头子啊，知道吧？林，那霍英东80-90年代就开始跟共产党就要勾兑了，就要去拜码头了，因为廖辉都这个中联办主任、什么外侨办主任、什么都当过啊，就是最后的97回归之前，包括这之后的一些人事安排，包括要选特首什么，都是他在操纵啊。廖辉，你霍英东80-90年代就去了团结湖，霍英东编不编？你共产党，你们霍家去？哎，霍启刚，你说霍英东，你出来，你出来，在你的微博上写写，你说霍英东，你还瞎编的，我爷爷没去过北京。没去过团结湖，没见过廖辉，是吧？你写写啊，赵华东讲啊，这个就是这个，听说啊，这船呢、啊，这个我不负责任啊，但是都在传，你知道国栋，82年世界杯外围赛，最后因为沙特放那个，中国跟新西兰要打一场附加赛，知道吧？那场比赛，霍英东他们就说啊啊，我做好裁判工作，最后中国队2-1输了吧？当然了，人家裁判给了个点球，管代用，都他妈2-0了。是啊，他这都是他们啊，这个东西都是这帮孙子要去通过共产党来去赚中国人钱的点点滴滴，这帮孙子都一样。曾贤子是吧？所谓的金利来，那就牛逼吧？我们国奥当时要就打，奥林匹克外围赛是吧？在马来西亚出征之前什么的，那曾宪梓都来，哎呀，请我们吃饭。当时这孙子吃个饭完了，给两件什么衬衫，金利来，你妈都开了线啊！你呀，这些孙子，哎，这就是这帮王八蛋啊，没错吧？曾宪梓，这你给的吧？给我的啊，那衬衫都是开线的啊，金利来，90年。啊，90年代这些孙子，你想想，他们怎么能打响他们在内地的市场和所谓的爱国华侨港商呢？他们就通过这些小恩小惠，所谓的我靠，一个国家出来哪有这个媒体大肆宣扬？他请吃顿饭才多少钱？他妈给两件破衬衫才多少钱？但是全国的媒体都会写上，是吧？
曾宪梓啊，什么霍英东啊，后来给这些奥运冠军们是吧？完了去这个每次去香港啊，什么给什么这些金罐子类似啊，拿使小钱办大事儿，啊当然说啊，不是霍启刚弄的郭晶弄的章子怡，对啊，就是霍启山，没错，是他爹。他们这帮孙子一开始玩电影明星，后来一看我操，电影明星太脏，不行了，还是什么体育的好点干净。他们以为啊，从你妈的梁锦松开始，对吧？弄冯明霞啊，完了霍启刚弄这个郭晶晶，他都不知道。还有人说我们造谣什么的，郭晶晶十二三岁在抽屉里避孕套，有什么奇怪吗？你们还感觉这帮孙子体工队这些小女孩，什么游泳、体操、跳水这些小女孩，老早十三四岁就跟男孩子上床，太普遍了。你们还怎么了？你们还以为也是你们怎么还惊讶吗？我好像从湖边。啊，那个就像郭那个薛大夫一样，都给吃兴奋剂，这些女孩子吃上，那邓亚萍比男的还厉害，这不是我说的吧？薛大夫说的是吧？就是说到霍家这些，他们从勾兑开始，啊，就是来去给共产党跪舔，啊，来去勾兑，来去想通过体育这一个载体来去渗透，来去挣钱。再听。霍启刚，你这个你爹霍震霆，听着啊，霍启刚，你们尊不尊重？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你老谈尊重？因为你在共产党里面，你们连破屎都不是，你得不到尊重。你现在老是让梅西尊重你，人家尊重你个蛋！因为共产党，你他妈的给共产党都跪下了，谁尊重你？霍震霆，我们是，你知道十里这个沈阳五里河啊，我们。当年出现的时候，2001年啊，2000年，沈阳五里河，阿曼的场1-0赢完，哗出现了嘛，完了全进来了，这个领导都从看台上进我们休息室啊，国栋你要知道，当时不是严志铎还有个讲话吗？什么中国足球怎么这个，当时霍震霆就进来了，知道吧？给他们赶出去了，霍震霆、霍启刚，听着霍启刚讲的，把你赶出去了吧？说这给拦住根本不知道该，这是后来李小鹏跟我讲，说东哥，我操，你这知道刚才给谁赶出去了？这是什么？我说怎么了？对，他说刚才他妈霍震霆进来了，我操，咱们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新闻官啊什么的，这个保安，有可能是保安，不是保安，是我们的新闻官啊，就是不是董正啊，是那个谁这个我忘了，就是我们的新闻官，就是。俩的就出，因为王俊生、严世铎、张吉龙什么先进来了，应该过来，应该我记不大清楚，薄熙来也进来了啊，完了祝贺啊、讲话啊什么的，因为改天嘛，薄熙来晚上还要来请全队吃饭什么，霍震霆，滚蛋，能够谁认识你个蛋，你算个屁是吧？李小鹏说，东哥，我靠，刚才他妈的哎给他赶出去了，我操，这要。别呀、啊！我说是李小鹏倒是挺他妈鸡贼，我操，给送钱来的呀！对，这就是事实现实。因为在共产党眼里，你是个屁，你们这些跪舔来了就是来送钱来了，来送钱干嘛？是想挣大陆的钱吗？对吧？从你妈的这个李嘉诚啊，对吧？到什么曾宪梓吧，到霍英东吧，到这些，那不就是很简单？你共产党知道你们这些孙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吗？他不会瞧得起你。你以为霍启刚，你今天带个牌子，政协委员的牌子，人民大会堂开两次会，你就赵家人了吗？你是个扯淡吗？你这个孙子，你这次我告诉你，你会很惨。你这个孙子拍马屁都不会拍。他妈的习他妈不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拍死你，你妈的，你好好的人一个梅西，那是给习你说让人家远离政治，你妈的你让人梅西签啥名赠啥球衣，人家他妈习好不容易喜欢个球星是吧，给他签完名，写完球衣赠送给了习近平了，你们把人家现在又他妈弄成你妈反华辱华，对吧？辱共产党，你说你们这帮孙子是不是什么高级红低级黑，对吧？各低级红什么高级黑是吧？这帮孙子就一个算一个，因为什么？共产党的体制里面慢慢培养出来的人，
一代不如一代。你看香港法刚刚在香港执行，现在香港办了多少年商业比赛都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规规矩矩的。国际大都市，国际和国际接轨啊，哎，这帮孙子一接触就出现这个情况，开始坑蒙拐骗了吧。里边我现在就怀疑这个国企港们这些主办方，就因为政府给1600万美金，他把这个就是不是1600万港币，这个费用是绝对够，出场是够了，就是迈阿密国际出场够了。但是如果梅西要上场的话，啊，钱他们就鸡贼不签，如果上场咱不就赚着了吗？结果人家就是没上场嘛，对不对？他们以为通过贝克汉姆可以搞定梅西，懂吧？这帮孙子的唯一的这些鸡贼们的所有的他们，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培养底下的，慢慢的这种教育里面就会以为，我靠，老板面子你不给吗？贝克汉姆面子你不给吗？是吧？所以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办过，比如说我靠，徐明给过郝海东，这些人来了呀，是吧？那么相同的道理就是在他们的里面，以为谁官大，谁有权力大，谁所谓的东，他就可以操纵一点，包括给点面子。梅西会给谁面子？伊涅斯塔没问题，小小罗没问题，这龅牙罗啊，那个阿奎罗没问题，苏亚雷斯没问题，因为我们都讲哥们义气啊。一般的，如果真到了那个的时候，哥们儿来讲一句说，哎，海东，是吧？你看帮个忙，你这次有，哎，我办的，人家捧场，我就是友情演出，一分钱不要啊，一分钱不要，友情，懂吗？友情啊，没问题，这我们做得到。你他妈拿当官的拿什么？好了，反而拍在马蹄子上了。我靠，你跟梅西讲你妈的面子，讲去你大爷！哎，总统跟他有半毛钱关系没有啊？总统他他妈选总统比总统票都多，他都是总统，没错吧？你妈的这些孙子，克林顿当年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那是要进来看一眼中国女足，他因为当时最后跟美国发点球赢啊什么，对，那提前来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看一眼什么你们什么总统来，在中共有吗？是吧？说我靠，总书记来了，总理来了，国当官的来了，我靠你妈的，你甭说这个了，他跪着他把你迎进来。再告诉你一遍，大连实德到后来，科萨就不允许徐明讲话，他讲完了，最后说有时候我可以讲两句。啊，这个就是真正的足球职业化里面更衣室文化。你他妈谁都说，这里面还咋管？你妈国栋知道，你妈你一句我一句，我靠，谁没理？自己踢不好全赖别人，对吧？他妈赢了球，大家你好我好；输了呢，互相指责，互相他妈的推卸责任。这球还这球队还怎么管理，对吧？这个就是真正五分钟提前五分钟，车门一关发车，管你是孙继海还是谁开车，我们的所有规定啊。孙继海有一回，严嵩有一回，我们就开车了。我球员接触教练啊，你李明你也得比我先到，你提前五分钟我们开车，你他妈谁也没屁用。这是规矩，这是规则，这是对职业的尊重，跟你大不大牌没关系。我告诉你，我郝海东再大牌绝对没有凌驾于集体之上。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不可能训练迟到，训练不练，发车迟到，比赛什么，这没有一次。如果有一次，你们要想知道，我除了一个是中国教练，国家队的是齐武生，就是其他全是外籍教练，我怎么可能呢？从92年到2004年，对吧？从斯拉普纳、霍顿到米卢到阿里汉，怎么可能一个外籍教练？他妈的，你他妈的危害全队的利益，他把你叫到国家队，你而且越来越年龄大。你妈的他有病，他按个定时炸弹，但是他对孙继海
对这该不要一样踢出去，对吧？聪明如的阿里汉，你孙继海英超你牛逼，你他妈别的他用卫星踢，对吧？国栋，你想一想，这里面有多大的不同？老外对所有的这些职业的理解跟我们两回事儿，你根本无法理喻，因为你不在这个系统里面，你没有职业化，所以我们就是面子，官大，鸡贼，利用钻漏洞，他们就干这。你说真正的凭本事、凭规则是吧？在规则之内，大家讲契约精神，讲那没有。哎，今天讲到了这些，从他妈的一个梅西的商业比赛，最后衍生出最后的共产党统治点，到今天的香港，那、啊、到你霍英东、霍震霆、霍启刚你们这帮人，那、啊、一点点的，郝晓东讲的每一个字没问题，你可以去查。你说郝晓东，你还是妈的这孙子胡说八道，对吧？霍英东没去过，这没见过廖辉，没去过团结湖，哈，你这个这对吧？这个霍启刚、霍震霆根本没他妈的到过五里河，对吧？没被赶出来。但是你可以，这霍震霆，你说你跟李小鹏说，说李小鹏，你按照这个编啊，你还编造谎言？你问问李小鹏，是吧？这个都是真实的发生的情况。为什么这些人极力的要去钻营进来？因为这里面他们知道，通过足球可以认识到这些大官。凭他们，你们就是个做生意的，在共产党眼里，我再告诉你一遍，这些做生意的连泼屎都不是，他们真的就是夜壶。今天他可以捧你，明天他可以捧王家，后天他可以捧李家，跟你霍家、曾家什么玩，他对他们来讲，换个符号而已，对吧？对共产党来讲，你算个屁，是吧？你们所有这些黑社会们，当共产党来的那一天，你们全都得给我跪下，没错吧？从杨守成、向华强、向华生，所谓的你们这些啊，康保局什么这些啊，台湾的什么主联邦啊，这些一个一个的啊，在共产党的淫威底下，向华生，我编了吗？你1997、1998年就到了北京，有13局的丁伟公安部了，郝晓东讲的吧，是吧？你可以最后讲你这个吧，净胡了吧，就，编啊，郝晓东造谣，对吧？我造的这个每个谣，你都可以去。郭晶晶是不是12、13岁？邓亚萍有没有打胎？有没有吃兴奋剂？是吧？有没有这些脏七杂八糟的事情？啊，这个东西，你霍震霆有没有被赶出来？是吧？你霍英东有没有去团结湖？啊，你最后的。到了今天也变成这样啊！好的，林，就是说商业比赛还有对吧？你可以还有一个我们国家队的，是吧？再跟你讲，九四九五年的，这个林，好精彩，这是怀念。对啊，这是94、95年两场国家队的商业比赛，你想一想，谁能操作了一个商业比赛两场国家队的比赛？你要知道，国栋，我们是在联赛中间儿。对，我在，第二场95年，我当时在深圳，我在北京，我们和首钢队比赛。那天晚上你们比赛结束以后，高峰、江峰、谢雨欣晚上我们出来吃的宵夜。95年在，你想想你，就是在联赛期间，都有人可以把国家队集中。打一场商业比赛，那时候商业比赛你知道多火，那真是门票全部爆满。那你要是弄张那工体说是8万多人，但是只允许卖5万多张啊，但是对全部，那你不可真是一票难求。因为从94年开始，甲 A 开始，完了又有商业比赛，因为桑普多利亚94年输完他不服。真的，但是后来主动要求说不行，我们还在那踢一场，完了这才有了第二场。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曾庆红，没有曾庆怀，没有曾家的势力，没有曾，只有曾维人家这些人才可以干成这些事儿。因为你不可能一个国家队在联赛期间能给
调过来，你足协国家不准，中国足协不调，王俊生不批准，戚务生怎么调队员？光一个主教练，你以为能在联赛期间把全国各个俱乐部的球员弄到北京来打一场商业比赛吗？不是扯淡，你想都不用想，对吧？为什么会？曾维人家干的。哎，有没有人说过给不给谁面子？你这个霍启刚，你这个孙子，你想干的事儿不就是这些事儿吗？但是你有共产党的这种集权吗？你想集权集不成，对吧？那你会看见当时的桑普多利亚也是啊，那都是意大利这个足协杯的冠军啊，全国联赛的第三名，什么古利特这些，隆巴多、曼奇尼啊，增加那是世界杯的，意大利的也是除了佐夫应该他算是第二个传奇的这个球员，那守门员非常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守门员，是吧？当时我们哇靠，增加把门，那能攻破他的球门，那确实挺自豪的，是吧？因为你都看着他打世界杯嘛，夺冠啊什么的，那当时他应该都比我大个七八岁啊，五六岁啊这种。那么像里面桑普多利亚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球员是他的八号，是塞尔维亚前男的一个球员，叫尤克维奇还是叫什么啊？他这个球员也是大球员，一直在转会，一直好几百万在转会的球员，当时就是在桑普多利亚啊，那都比这个古利特他们都当时啊的水平都更高了。古利特当时年龄慢慢在大，慢慢的在下降啊，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威胁性了。96年我们去英国集训，国家队在英国待了一个多月，那么跟切尔西打练习赛0-0，当时古利特都是就像我一样嘛，主教练兼队员了，都打了中卫了啊，当时我们都0-0，就是中国足球也好，这些商业比赛也好，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你要通过这些看到它的深层次的东西，就是在中共的体制内，如果没有这些背后的力量，你想搞成一件事情不可能，你的安保就过不了，你怎么组织比赛？对，大型活动，你为什么？你看啊，爆满，因为他这个你八万人，他只允许不会让你超过70%的上座率啊，他要有个安全啊，啊，你必须要审批，你当时公安部门审批你是5000人，给你一个就是公安出动一个保卫级别。过了10000人是一个级别，20000-30000人到了一个最高级别，这个都是有规定的啊。你没有这个，当时能应该是放进去不少人里边，这个真的当时对啊，当时是放进，当时看大门的，看大门的也没有用，3-4层用的保安都不是一个单位的，都没有用，看不住，他们都把打通了，下边给塞钱往里领进去，因为国栋知道那时候太火了，太火了，他知道就是说你根本你就买不到票啊，你当时说哇靠，今天这场完了呢，当时所有保安的公安部三局治安的啊，当然是朱家华局长，但是具体他不管，小亮他爹他爸，吴明山当时后来是公安部三局的局长啦，后来也因为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也出事就被都给就判了啊，完了再就是北京的，现在已经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党委委员，这个已经是那个四把了，陶晶啊，那他们都是管这些的，那真的是哇靠，为了能进去那就是削尖了脑袋能看场比赛，那么打完比赛外面真是都是奔驰宝马等着接我们的啊。这当时七嫂说了，当时一比完赛，中国银行那帮朋友，包括那个基层的那个大队长、警察叫什么来，那天天就给保驾护航，排不上队啊。对，而且当时我们就商业比赛是有奖金的，你别忘了啊。那个时候能拿多少钱？为什么
啊，对，当时好几万啊，好几万，有五万，我记得比你清楚，因为王东宁当时回来，东宁在那，当时东宁我和东宁在深圳，我在深圳嘛，嗯，说哎不错，啊，老弟啊，这次去没上场都拿了三万多啊，你们好像是五万多，主力是拿五万多，嗯，你想想林，1994-95年啊，我们打一场商业比赛就已经五万块钱，那是大钱啊，就一年才挣多少钱？这些人你要知道，就像王东宁这些属于走后门了，是吧？他这个过去了，就是他高兴啊，因为他又出名又拿钱，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了，他已经不适合再在国家队，因为他去过两回这个比赛以后，他就再也没进过。94年亚运会以后不是，这个，这个咱老大哥不是脑袋也破了吗？对吧？那么就是祈祷，就是有商业比赛叫他去跟着拿点钱。祈祷还是比较讲究的，就是哎，东宁有比赛过来拿点钱，对他好，对他好啊，对吧？对，你看一看，就是商业比赛，这就叫商业比赛，是有合同的啊。国家队出场费多少啊？多少人完了？赢了多少？输了多少？是吧？对，你输了就有点钱，你主要去了就去来来就是，那是国家队教练，就真对谁好是真对谁好。你像东宁是六一年的。嗯，东宁61年那时候95年都35岁了，嗯啊，三十五了将近。你想想，基本上就退役了，就是因为以前的表现不错，有这样的比赛，来，哥们儿来，过来拿点钱，啊。王东宁是被我过得最惨的一个后卫之一，是因为我只有18岁的时候，88年我打甲 A， 有就是。上半年的第二阶段是在青岛，我回到我的家乡，完了在，第一体育场跟山东队当时在济南打完，2-1不败战绩，到了青岛跟我们八一队，我18岁这个小孩儿，我打了右边锋可能是啊的，因为当时还甲一最佳射手是周旭平啊什么，应该他打的中锋啊类似，东宁应该是左边后卫，还下着雨。他后来踢完以后，他我靠，旁边一个小屁孩子，妈的又瘦又干又小，他妈的，我操，这一场比赛被过的，他妈的球都见不着。我们八一队2-0啊，把山东就拿下啊。我操，这是谁呀、啊？我操，他自己的都吃惊、啊，因为从来我18岁嘛，刚上一队嘛，之前你想想，那这个都在青年队嘛，根本没有。打过甲 A 嘛，成年比赛全运会我也没参加，当然这不可能，16岁时候，就是我18岁第一次打比赛开始，就是跟山东那场，就一下子我靠，这你妈的把他过，这就是王东宁。当然了，你想想他到了94-95年还来国家队，那确实是属于照顾他了嘛，因为他已经年龄很大了，因为很多的就是别的球员成长。东宁啊，东宁是大器晚成，自从你把他过了以后开窍了，脑袋开窍。但是东宁30岁以后去了国家队啊，对吧？大器晚成，脑袋开窍了，彻底开光了啊。因为你真东宁身体绝了，那个身体你就是中国的施瓦辛格，就足球界就是你没看他一脱衣服那个胸大肌，八块腹肌。那个屁股翘了，简直他有时候还亮着粽子，哎，这洗澡的时候、啊、拿着浴巾扒一张粽子，这个全是肌肉，漂亮啊，全是块，全是肌肉，啊，我又瘦又干吧，我当时70公斤都不到啊，65公斤最多了，我18岁的时候可能65公斤都不到，63公斤是吧？当时也不可能1.8米吧，1.76米，就是18岁的一个孩子，把一个所谓的施瓦辛格。过的他连球都看不见，这个就是足球意识，他跟你高低胖瘦块大块小跑得多快多少没有半毛钱关系，所有的一切是你的意识，最后技术战术身体，那最后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土壤整体，如果你没有整体，没有所有人的协作，你一个人他妈狗屁，你没戏，在中国早被踢死了，早被踢的他妈的连球你都踢不到，这是折了你妈500回了，你知道吗？淘汰了，青少年时就淘汰，小时候不长不大吗？就是我根本就不是因为在八一队早就被人淘汰了，因为就说我嘛不长个儿，对吧？我他妈这个一年才长了4公分，
当时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啊，每年就是，但是你一过十六到十八，一下子蹭蹭蹭，完了你就开始了发育，你晚呢。那有的人十六、十八他就发育，而且有的人接着改两岁，有的人说，就像我们的悖论，都改不就等于没改吗？这些王八蛋。我们足协的领导，我的真的不想讲，因为去世了马尔岛马克坚那个，你想想吧，我靠，他那都改了，有什么都改了，不就等于没改，都没改吗？我靠，你想一想，这都什么？就是在我们的体制里面，在我们的国家这个共产党统治里面，所有的一切没有客观规律，啊，没有事实的尊重，没有尊重事实，没有商业比赛一样。啊，他们以为一个商业比赛，所谓的他妈的面子，最后给面子，那你给面子的话，你就牛逼吗？你这一分钱不用给了，你就打个电话给那个总统嘛，对吧？阿根廷总统、西班牙总统、英国总统是吧？贝克汉姆总统是吧？梅西的总统，告哎，习近平讲，哎，你让梅西的来场比赛是吧？到哪哪不就完了呗，对吧？你打个比赛不就完了呗？桑普多利亚的意大利总统告哎，来来来，曼奇尼。过来跟国家队打场比赛，对吧？中国中共可真是，那直接曾维那王俊生屁颠屁颠，而且王俊生得干这些事，因为王俊生的丈母爹是中央警卫局杨德中的手底下啊，一个中队长中层干部，那他必须最后哎，人家这边得啊有事儿有那个，曾维你不得照顾点吗？是吧？人家他爹可是中组部部长嘛，是吧？曾庆红同志还是可以任命官员的嘛，对吧？那你不给曾维面子，你是不想活了。这很简单，是吧？所以曾维可以操作了这么大型的赛事。你听说过他有安保问题吗？你听说过他有中央电视台不转播的问题吗？你有听说过谁不来吗？是吧？没有吧。所有的这些背后都是一些他妈的操纵的痕迹，但是在国外的行业职业体育里面，别人只有契约精神，别人不可能说哦，谁的面子，谁来跟我握手了，谁来他妈接见了，我手都不洗了，我他妈的是吧，他擦腚的手擦屁股的手握了，我尿尿了我也得留着了，对吧？人家这不存在，你他妈的是哥们儿还好说，你他妈跟我以所谓的有权贵，所谓的你还官大，你来压我好了，正好你妈的我还没地方发泄呢，对吧？你妈我还就不踢了，你能怎么着？我他妈就不理你了，怎么着？对啊，这些东西是中共最最操蛋的。他们最逗的是，我听说央视的天下足球栏目，因为梅西这次事情，这帮孙子都是脑残啊！这帮我再告诉你们，共产党的官儿，他们全都是脑残，真的，他们拍马屁，他们干什么都拍不到点子，就是他们想吃屎都吃不着热乎。你们他妈把梅西弄成这样，你们不就是推向一个反面吗？你妈把习近平不把你们全都给宰了？你看着，梅西好了，天下足球把梅西给撤了，啊，片头。问题是他换上来一个人更逗，他这帮傻子，你说真的低级红高级黑啊，那好一个拉姆，德国的啊，那个拉姆人家是立场坚定，说什么西藏啊什么这些中国啊卡塔尔这些人权啊，就是因为建世界杯外围场就世界杯球场什么的人权问题嘛，让很多的劳工中暑死了，安全问题，他说这个不行，这都是有发言呢，他梅西给撤了，弄一拉姆说了，这说这一下可真烦，所谓的、都是战友啊，感觉这所谓、你说这帮孙子，哎，这就是共产党，霍启刚、霍震霆他们就是霍英东的，就是典型的一代不如一代，你看看这霍启刚他们这些未来一定很惨，他真的没有市场，因为这些孙子想干的事儿全部都是要被他们搞砸，这帮孙子当婊子立牌坊，悠扬说的这个跟你讲没问题啊，弄完了吃小钱，对吧？是说大话吃小钱，还想自己挣钱，还想往脸上贴金，还要骗你，共产党可不管你，你他妈骗了我，
你还拿我的钱，你还骗我，他不整死你吗？你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对啊，国栋，你要知道，共产党这些人他妈的，你，明刀明枪没问题，你拿他们的钱，骗他们，最后还利用他们，他们不弄死你没完，对，就是这么简单，啊，你现在霍启刚，你知道，你捅了大娄子了吧？嗯，你现在看一看，还有没有他一句声音？不是林，你现在再去看看国栋，你往前。现在霍启刚不发言了吗？是这样。他这次咱看这次的行为就是上蒙下骗，上边把这1600万蒙过来，下边再卖出钱收入。如果下边没动静，他说他骂梅西，大家都吃瓜群众都跟他，哎，就是没都骂梅西，他为什么给人退钱？你为什么？你怎么良心发现？是吧？喝多了还吃？怎么想再给大家发点福利啊？你收了钱再吐出来，你是为什么？你想明白你为什么现在就是要给我退钱？我不要，我问你为什么给我钱？对呀、啊，而且你退我50%，你怎么了？啊，对呀、啊，你为什么退我钱？我要问问。对吧？我是买梅西，如果你门票上写的梅西。可能不出场，因为伤，可能这个条约要签，什么我不买你的票，梅西不出场，这个条约就很明显，梅西可能出不了场。我去看那场上一个人就不认识，我有病。皇家马德里也来过，从巴塞罗那都来过，我就看这几个是什么，这个美国大联盟来的球员，对吧？我去，我就是，球风吧，球痴，对吧？梅西做就因为梅西，就是因为梅西他才有这个票的价值，就因为梅西，很多咱们就国内的球迷啊，咱人家坐飞机上这个香港去看这个球，飞机票要给人报销了，住宿报销了，是吧？车马费都得给人报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咱要讲理啊，你去告他，而且霍启刚。你这个孙子，你说你们这些人多丢人！我再跟你讲一遍，马拉多纳那真是球王，国栋，这咱们踢足球的人承认，是吧？那马拉多纳那真是一代球王，那球你没法练，你练不出来，那些球感，他的力量、速度，他可比梅西可更那个力量、速度啊，那绝对的综合实力，那绝对比梅西更强啊！这马拉多纳，我告诉你，霍启刚，这包括咱们。所有的咱们的球迷啊，什么有些东西真的需要，就是咱们给扫盲扫盲。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咱们我告诉你，马拉多纳当年在东莞不是也踢商业比赛吗？我也踢了，我也进了一个呀。马拉多纳不是一样也被操作来商业比赛吗？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商业行为，你们这帮孙子霍启刚，你都能把它上升到民族辱华，什么球迷尊不尊重的，你这个王八蛋，你脑子进屎了你！马拉多纳也来了，在东莞，不动，那对，能有什么呀？就是一个这个叫金山湖还是一个什么开发区一个东西，该是那个有一个叫。秦东的陈东，只是谈，就是玉渊潭的潭的没有这个左面的这个三点水啊，这么一个潭的右面，哎，他叫秦东。那么他当时是我们国家少年队啊，但是他告诉我他都改了2岁了啊，就是他主要在东莞。那么他的一个开发区的一个书记是一个球迷，那么包括东莞一开始好多的连城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个这个秦东也就是一开始都在干啊，后来现在不是给曹阳啦、啊、什么的梅州啊，可能就是在这之前，就是哎这个人包括他的开发区的老板啊什么的，这个管委会的主任啊，类似他们就是也是真是球痴，哎，他们就做了一个商业比赛，把马拉多纳也弄来啊，通过珠海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到那儿上场踢了一会儿啊。那么这就是商业比赛，是因为我那个珠海的哥们儿，对啊，给我说完了，最后请我啊什么的，就是当然了，他得
替人家给钱，对吧？要不我去干嘛？你他妈马拉多纳来了跟我有啥关系，对吧？你加兹科伊在你妈的甘肃踢跟我有啥关系，是吧？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可以说让你气急败坏，让你最后恼羞成怒的任何的一个理由，那就是一个商业比赛而已。谁违反合同，你去起诉谁，让他赔偿，对吧？有合同吗？迈阿密违约了，还是梅西违约了，还是主办方违约了，还是你港府也好，你霍启刚也好，如果你还有这种资格的话，对吧？你找他去赔偿去啊，起诉他呀！你在微博上骂人家，讲什么尊不尊重，这什么什么民不民意，伤害谁的感情，他妈的不扯淡吗？林，没错吧？这是一个逻辑吧？是吧？谁违法了？谁违反合同了？谁不尊重契约了？告他不就完了呗？是你不是说还是香港是法治之地吗？对吧？你们去告他就可以啊！你看现在这一切，最后都很清楚，从一个商业比赛，最后到了今天，是吧？被弄得他妈的一地鸡毛，啊，成为一个国际事件了。现在国际上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了，啊，有的地方也报道了。那么别人就说了，你赶快吧，有证据亮证据啊，有索赔赶快索赔啊。对吧？你别赔50%，你要求他赔500%啊，是吧？你个港府，你为什么赞助这1600万？你赞助的合理吗？你通过的程序合法吗？你批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里面是按照流程走的多少天时间，所有的一切都对吗？谁让你动用公共资源去迎接他们的呀？这些东西属不属于廉政公署要介入的？你们都讲一讲，霍启刚，你这孙子，是吧？你来啊！突然，东哥突然忘了，人家三天以后在日本上场了，关键是，对吧？三天以后在日本对日本神户胜利团，对不对？90分钟0-0，梅西下半场30分钟，60分钟以后上的场，对不对？罚点球，神户胜利团4-3胜出。就这个窝头啊，梅西也没罚，那你说梅西到底尊不尊重你啊？是吧？尊不尊重日本啊？你都不，你人家就是商业合同，只是说这个商业合同是怎么签的，人家违没违约，违约你就告他们，是吧？人家上场了，如果就是给了面子，给了谁面子？你以为是给了什么天皇、首相？伊涅斯塔代表。对呀、啊，伊涅斯塔啊，是当年。这个蒋立章，重庆当代前卫的，就是说当代集团这个小子，就是包括格拉纳达的这个原先的这个大股东投资人中国人蒋立章，他就要操作伊涅斯塔来中国啊，他操作一直在那，后来就没有，最后人伊涅斯塔是选择了日本这个胜利船啊，伊涅斯塔。是真正跟梅西，那就是真是哥们儿啊！从小他看着梅西长大的，哎，包括这个龅牙小罗啊，这个东西都是人家梅西永远会记得。这些哥们儿，你妈的，你那些官员们，你那些官们，跟他有他妈半毛钱关系没有？人家他妈凭本事来去哦，没你所谓的中国什么香港什么不欢迎他了，不来，哎，人家。指着你吃饭，梅西这20-30年就靠你这活着呗，人家职业合同你给的呗，这帮孙子还有人说他的世界杯什么他是水货球王，他妈的这些王八蛋，人家进了个球都是你给裁，你买通的裁判推进去啊，人家的世界杯一路都是裁判给送进去的，你这个些王八蛋啊，阿根廷，我问问你，你让吴磊去踢空门试试，是吧？你他妈的这些王八蛋，你根本你在中共的体制内，我再告诉你，比如说现在活动，你看见说我郝海东他妈的体能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跑不动，这我问问你，我传过多少球进，你看见我当时突破传到什么这些人投球啊，什么门前推空门，我他妈现在你现在的中国队
亚洲杯他妈一个球不进，一场没赢那个。我郝海东现在还保持着亚洲杯最快纪录的传球者。我他妈92年亚洲杯，我过日本开场3-50秒，他妈的突破进去给谢晋一传，1-0日本，是我郝海东传的。我不仅进球，我还他妈助攻啊！你看一看我每年的助攻次数啊！我在国家队，在这个大连队，在八一队，我他妈不光进球，我还造了威胁球，造了角球，造了犯规的点球，造了他妈的这个传的好多的助攻。世界杯他妈的那个球，范志毅罚点球跟沙特进了，我们世界杯98年第一名进法兰西，国栋没错吧？当时1-1，我进去造个点球，范志毅没法进，跟沙特客场那都是你知道，在客场进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球能有多难？他妈的那个天热的跟他妈是吧？火炉是根本不能踢的，很难踢，在西亚很难踢，在西亚非常。你还想进那个裁判那个哨？对吧，你他妈吹牛逼，你们这些王八蛋，你们这些孙子，你们还舔着脸说他妈梅西妈的是他妈水货球王，你们这些他们很多内容都是编来骗国内的人的。我还看到就塔高米也说到了，有一个 AI 的制作的梅西道歉视频啊，前几天发出来了，在网上还有就那个脸部特征非常的僵硬，你可以看到梅西就还穿着一个中国的像旗袍一样，不是旗袍，就是中山装一样的衣服，然后跟国内的人说，剩下的一半的球票由我这边来退，然后要到香港做一次个人的道歉，做一次专门的说明，然后呢还要在香港成立一支足球慈善基金，每年资助10名中国香港或大陆的球员去五大联赛，最后说每4年我将邀请朋友再来香港开展一次义务赛，所有的费用将捐给香港的慈善基金。这个就是完全的国内，对，这个是一篇文章，然后我又搜到了这个视频，它完全是中文，然后对国内的一个营销。然后你在官网上，你在迈阿密国际上，你在那些官网上都找不到有这个东西。就是共产党给你洗脑嘛，连他妈阿富汗连柬埔寨都没有网络审查了，对吧？你他妈中共还有网络审查呢？你们这些孙子，他就是骗老百姓嘛，因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太可怜了，林。你想想，你出来了，你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你在国内，你能听到我们这些声音吗？我郝海东讲了这些话，上哪说去？我到中央电视台说，他妈的早就给我掐了180遍了，对吧？你我他妈这不是掐抓起来多少回了？你早关起来了，还、是吧？林，就是老百中国的里面的真的里面的老百姓们，脑袋多么可怜，包括这些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乒乓球运，所有的我们在中共体制内，在中国国内的这些老百姓们，是吧？咱们的普通老百姓真的太可怜了，被蒙蔽的。问题是他们都信了共产党，你懂吗？他们说郝海东体能不行，跑不动，他们就是这样说，而且90分钟的比赛要准备180分钟的体能，这他妈的什么？这些王八蛋！哎。逻辑，你听听，哎，一般人说对呀，我操，我就问问你，90分钟都他妈踢完了，你剩下90分钟干嘛去？唱歌去，跳舞去，酒吧去呗，是吧？你说你跑的再多，你说哎，比赛还能延长180分钟吗？这些王八蛋都不，第一个金球制胜谁进去的？告诉你，郝海东，国际足联后来推出来一个金球制胜嘛，对吧？国栋就是延长期。突然死亡，突然进完比赛结束，不再打到最后，比如还有可能平在这个发点球，他不了，哎，只要这个加延30分钟延长的期里面，谁先进，突然死亡就结束了比赛。郝海东第一个，当时的亚优杯在沙特，我们大连实德和日本清水股东啊。还是盘点，忘了啊，就是这个横滨水手什么，我忘了，就是日本的一个职业俱乐部，大连实德和日本的一个2-2，我当时胳膊都断啊，还不到3个月，这
一个半月不到两个月就把我弄上场了，因为没人了，国家队不让回来，完了我他妈的那个只有我在这儿跟队恢复一下什么，而且我是取到香港，我说我是跟着队去香港玩一玩，完了我就回大连了，结果到了香港告诉我，哎，你走不了，为什么？因为一块儿办的签证，说你走了我们都入不了境，说你也来跟我们一块儿去沙特，我靠，我就跟着一块儿去了沙特，完了一个半月两个月不到我骨折了，手还在那儿，完了以后第一场比赛咣当就是打着打着张华就给罚下去了，咣当一换人换了一个，还剩下一个的时候又要换，没人了，底下还有个守门员，再就是柴老师我们的翻译，我靠，徐红他们这些就没了，只有我了，那科萨一看说，我靠，说海东你这样，你上去站在中线那站着吧，只要别越位就行，反正还有延长期，反正看看咱们能不能耗到罚点球呗，我就上去了，就是胳膊都这么样带着护肘，完了上去咣咣当上去打个门柱，一会儿嘣一个金球，日本进一脚直接结束了，不用踢了，金球制胜，到后来又改了啊，不知道过了一年还是多少又改，但是第一个是郝海东，你们共产党这帮孙子都看啊，我鼓着车这帮多孙子，完了以后因为全国转播，米卢就说，哎，你们不是说他有伤吗，不来国家队，他妈他炸伤，我操，全国的记者再跑到医院，大连的医院啊，调我的病历，说我他妈炸伤，说我不去不了国家队，妈的炮轰米卢的也是你们这些王八蛋是吧，说郝海东为什么炮轰米卢，是因为米卢不要他，你妈的我不去国家队了，我说我有伤，你们又说我炸伤，去他妈这些医院在调我的病历说我炸伤，是不是要看看他真骨折假骨折，哎，这就是中共他妈的全部都是假骗偷，让你们互相之间的攻击啊，这些东西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米卢从来没说过，我说郝海东说怎么着啊，就是说，哎，他在电视上公然的说你什么，他说我没看到电视，我不知道，对，我跟米卢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就是我对他当时的准备不满意，我说了一点客观的看法，当然作为球员不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评价主教练，这点是应该的，但是你说米卢跟我有私人恩怨，米卢对我不好不耐，没有一点，他对我很好，他从来没说不叫我，对吧，我2000年禁赛不让我打亚洲杯，2000年，对啊，他都到足协去找足协说，哎，你们联赛禁他赛，为什么不让他来国家队打亚洲杯，那我国家队的比赛你为什么禁他，2000年啊，我也被禁了啊，6场啊，国栋，我告诉你我没踢几年啊，我12分什么甲 A 联赛跟外援打架，一会儿他妈的亚运会这个口水，完了也整个进过1年半，陆陆续续最起码半年一年，最后我也就踢了个5-6年是吧，但是米卢没有人说他妈的国家队的比赛你进他干嘛是吧，你进了联赛还剩最后6场你不让他踢，那国家队你怎么也不让他来啊，完了最后孙继航跟我，哎，东哥给南头打个电话承认个错误，这我说去你大爷，我说你告诉他你没我电话对吧，我承认什么错误，我怎么了，你们联赛他妈的都要进我赛，我怎么了，违反纪律，是我就说这个过程啊，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象，是共产党给你老百姓的假象，不是真实啊。郝德林，郝总谢谢您的分享，抱歉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后边就是黑蛋了吗，咱们下一次继续聊，好的，非常精彩，好的咱们在最后还有1-2分钟，然后我们来祈祷一下，为七哥祈祷一下，然后为世界祈祷一下，好 OK 好，对，好的，非常感谢，我看到有很多球迷都很怀念，希望有一天中国这片土地可以恢复有这么精彩的足球比赛。好的，谢谢战友们，那这样我们这一期的球王叫我给您捎个话就到这儿结束了。